西作赴愿，你对我侧向心愿。损我离我笑也远，他如雨点了尘缘，国宝好坏皆因缘，慈悲关怀到高远。人生最近来说，多亲好朋友，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胜宫连锁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新闻林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如果若是有需要每项服务，咱现场有一线电话5966449，这个电话咱拢会当来个利用。而且祝大家早安快乐，吉祥平安。那今日呢，头一首的圣歌，咱来安排一个文殊师利菩萨，邀请咱的道亲做来收听。文殊师利菩萨，就对予咱呢吼，啊，真轻松了吼，听了会非常自在，而且吼，啊，咱听这个吼，啊，咱讲音乐的陪衬了吼，唱出来的吼，啊，予咱感觉讲心情吼，继续跳跃呢。文殊师利菩萨的加持了吼，予咱大家开智慧哦。真好听吼，清凉又个自在。咱即马所收听即个文殊师利菩萨，予咱来开智慧啊吼。啊，人呢是安怎才会开智慧啊吼？那无开智慧，人生呢就是莽莽撞撞了，一世人呢吼，唔知家己到底是做对啊，做唔对啦吼。啊，大家呢拢是希望安怎？希望讲咱的人生也较平顺的啦吼，啊，做事会当吼，啊，拄着贵人甲咱斗协助啦，还是讲咱行到倒位啦，拢会有人缘呐。这嘛是咱每一个人拢爱修的，内心内底所爱修的。人做人袂使像猖狂啦，啊嘛袂使像啥，人讲想嚣掰，
为什么？咱那种踏入家的时阵，然后如果说讲话很呛，而且呢吼容易得罪人。啊，咱那去得到利益的时阵，咱就袂记你朋友，较早安怎甲咱道小听，然后人袂再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啊，那讲拄到得势的时阵，嘛袂再想过头，人讲猖狂嚣掰。人呢来到这个世间，然后每一个人拢有一本读不完的册啦吼，人生就是一场的单程的旅行啦，一路的风景是各乎你外迷人啦吼，咱嘛是有失落、有伤感啦，每一个人都有啦。咱为着要看到下一站的风景，好不得不匆忙的踏上未知的旅程。遐错过的啦、离开的啦，或者是失去的啦，吼，拢是落在时光的长河当中啊。迄阵也未知。做侪人讲吼，要像是一个要知是歹话啦吼。吼，较早要知吼，啥物人叫我创啥创啥，我就来创啥。咱讲错过啊，离开迄个姻缘啊，都是错过啊。吼，人甲咱讲的，也是讲人甲咱报的好代志。咱如果那是离开迄个姻缘嘛，已经错过迄个机会啊，我们都会把它啊散落在时光的长河当中。只留下一片后悔跟记忆。当咱回头来细细品味的时阵，讲细细品味的时候，不得万分感慨了吼。咱讲错过的人生，吼啊失去的，咱才知影好通个珍惜了吼。因为咱有错过，咱才去了解珍惜。咱若无错过，咱就未了解珍惜了。你讲是不是呢？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属于家己的。内心内底世界，吼、哦，咱所以咱有一本呢吼，永远家己我都解读的册啦。你家己嘛有一本，伊嘛有一本啦。吼、哦，每一个人各个的品味都不一样。一本册讲迄个讲迄个作者写，但是所人看到每一个人看到伊的体会拢无同。变做一本故事册，啊，每一个人呢，吼、哦、体会嘛无同，因为咱每一个人的想法。好，甲咱要决定要做诶代志，拢有咱家己本身诶主宰。咱呢，从咱这本册细细的品味了后，你就知影讲吼，人生这本册内底是咱家己添写入面，吼、哦，较侪内容较侪啦吼。所以每一个人拢有一段足大段诶故事。生活到五六十岁，伊嘛是有五六十岁以前所发生过。的故事啊，这个故事呢，吼，会讲给咱听啊，咱嘛希望讲，迄、那个故事对咱是一种啥，一种提醒啦，吼，互咱呢，会当去了解人生伫这个路上顶悬咧行，坎坎坷坷的拢有啦，吼，啊，拄着困难的嘛有啦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这拢是一个回忆。所以，咱讲人呐、啊，来到这个世间，咱来相信，吼。为什么要相信一个理由呢？也许下一个转角就会遇到，吼、哦啊。所以讲，恁啊，恁爱相信讲，头前面一定有好的代志，咱会拄到好的代志，咱才有咧能量，才有期待。所以讲，转个弯，我们会遇到好事。啊、所以咱若拄到即马咧失意的时阵吼，咱爱安尼想，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。也许只要转一个心念，转个弯呐、啊，你们就会遇到好的事情。也许是下一个转角，你就会遇到曾经帮助过你的贵人，又来到你身边了。时间是上好见证啦吼，唔管讲咱见证什么啦，但是呢，见证一分吼、哦，咱了解讲，啊，这人呢来到这个世间吼、哦，咱去见证咱不念过往。但是咱人生的路途当中，袂使迷失家己啦。别人的故事，也许是他的历练啊，让我们来做一种见证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人的一生啦吼，咱若拄到相，拢总是冥冥上天上好安排上好的注定啦吼。啊，所以讲咱嘛不要感觉到说啊，今天我们牵手了，明天分手了，是一种遗憾呐。其实咱今嘛所遇到的彼此，都是人世间最好的姻缘呐吼。啊，你讲没想啊那是离开去啊，迄种啊，敢是算姻缘，嘛是姻缘呐。
无因无缘袂做伙啊！吼、哦，啊你今日做伙了后，两个人若拄着发生摩擦，伊就是讲个性袂合，互相分道扬镳。迄、那个时阵呢，迄嘛是一个因缘。啊，但是呢，好聚好散啊，搁一项就是啥，爱甲对方呢吼、哦、做一个祝福啦。哦，咱人呢爱靠腹肠，爱搁靠度量。如果这女朋友甲咱无缘啊，咱嘛祝福伊过嫁到一个足好的人，或者个真幸福的家庭。啊，咱女将嘛同款啊，咱有感情放出去啊，啊，然后呢，两个人袂当啊结头结尾，咱嘛是爱用一种心念，希望吼、哦，也能够娶到一个好的、好的家后，建立好的家庭，彼此的祝福啦，啊，咱才袂成为冤亲债主啊吼。那咱人话讲吼，啊，感情都有啊，有甚至于呢吼。啊，嘛甲对方生囡仔，但是都未合，啊未合了后要安怎？要安怎？这个完全借助未过夹，吼、哦，即所谓姻缘未过夹做伙。哎，咱爱知影讲要了断这个姻缘，你的心爱先，你的心爱先放下，要安怎放下？万分转为祝福啦，怨恨他，你转为祝福他。安尼呢，伊若去得到好诶，哎，以后大家都未少牵缠啦。哦啊、所以讲，把迄个万分、甲万叹、甲转做一种祝福，因为呢吼，恁的冤亲就到这断啊，就未再过那高高低啦吼。所以有诶讲吼，咱奈吼要断断未离，啊，先了自甘拢吼，伫迄个所在咧藕断丝连，安尼，咱就是家己本身的志向唔对啦吼。为什么咱的志向唔对？咱志向呐唔对，就是讲你跟他。没有办法结合，但是你还要留恋，但是又不能结合，啊，你的志向就不要放在这里，啊，那叫做妄想，妄想，妄想对你是无好的结果了吼。所以咱就变成讲，你决定了后，那你感觉未后悔啊？好啊，没有后悔，但是你又能够放下彼此，好、哦、跟对方，好、哦、用一种祝福的心态。安尼呢，互相大概都到这个因，好、哦，跟这个果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就不会吼、哦，啊，你搁牵拖，我搁牵拖安尼吼。所以咱来讲吼，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，哦，每一个人拢过程啦，啊，每个过程都是千差万别啦吼，不管讲好啊歹啦吼，啊善啊好恶啦，咱拢同款的吼，唔通和咱的精神郁闷，和咱这个精神的苦来压制咱家己。因为咱即马吼，在咱这个强修的当中啦吼，咱要希望讲咱。功夫藏在对，吼、哦，咱功夫是藏在人活的每一个人都拢有这个痛苦的过程。功夫就放在开悟，开悟了以后就是要看开了。所以世间是无常的加合，是多变化的世界。吼、哦，咱有时阵呢，吼、哦，闭起眼睛想一想，一幕一幕的戏就会上演了吼、哦。所以咱啊，目睭开开甲想，啊，一步一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开始咧上演啦，上演落幕。哦，戏中人所扮演的角色所伸展的空间，噶时间何其短暂，何其无常呢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你呢？那如果讲吼、哦，你付出真多也没关系的吼、哦，反正你现在都已经了解你下一步路要怎么走，你以前的付出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因缘的结束了吼。啊，那如果讲啊，有的人付出不甘愿，不甘愿。哎，咱以宗教的因果观来讲哦，一句唔甘愿哦，有可能咱就阁续前世缘，不来续来世缘。个人的宿世吼，善恶业所感召的、所召摄的，拢是因为一个唔甘愿呐。好，因为一个唔甘愿，所以咱对这个宗教的因果观来讲来解释，对咱一个人，好，一个生理也好，心理也好，人类学的各观点来讲。一个人认为业是为对来，
吼、哦，咱的业是为咱的心色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愿甲心，所以有愿甲愿，这个愿甲心，啊，这个愿甲心你无排除，啊，你既然没有排除那个信息，都永远存在，然、哦、后，你对的愿甲魂都成为一个行业，啊，成为业都是有一个牵拖，这个业。这无多结上呢，伫你顶世人有这项业哦，这项愿，这项心，来到这个今生个延伸的前世人，这个信息哦，永远跟着你哦。你讲哈，这个愿业，吼、哦，这个因果信息哦，不管说你超越时空啦吼、哦，还是讲吼、哦，你已经吼、哦、是外久什么款的吊带，甲即马所结的这个因果业力，有这个因果律的咧。因果律就是信息能量场也给你传递哦，好、哦，所以讲因果律即是信息遗传的现象哦，嘛是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会影响咱的人生的态度，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你为你的心开始改变哦。你的心若无开始改变，你的业性哦，会为这个时空，好、哦，咱常咧讲哦，超越时空，超越时空跟因缘业力，它也是会超越时空，好、哦。对咱这个超越时空来得去给你接、哦、不管你是东条时代所结的，还是明条时代所结的恩怨，还是清条时代所结的恩怨，你这个念头无放，咱的怨恨呢，也这个吼、哦、色无放，咱依然同款咯，也信息它会继续在吼、哦、时空当中来该传递了吼、哦，你们的因果是怎么来的，你们的业力是怎么来的，给咱人来修欠修吹拢因缘呐。啊，一个住高雄，一个住台北啦，吼！啊，讲啊，无啦，唔啦，干那安尼啦，有人住伫外国，一年嘛看来到家，他的信息能量场超越时空里面有因有果啦，他就有一个业的力量，啊，迄、那个业的业力，这个业力伊是无迄个讲吼，会当切断的啊。如果你今天你的信念切断了，他信息就会切断。心念啦，所以咱今嘛那里讲吼，这世人吼啊，对着什么人辜负你啦，对你偌歹啦吼，啊是讲吼，大家心不袂合啦吼，翁仔某袂合啦，兄弟姊妹结怨啦，我们都要先放下。也许是前辈子我们对不起他啊，应该是顶世的人吼，我甲偏看，这世人伊伫要来讨的，那我先该回事的呀。你先放下，先对不起。卖过加上迄个怨，迄、那个力量，安尼都未消透。所以我常讲，认输的人都是赢，先认输的人就是赢啦。先认错的人，哦，就会切断因果。这因果在这个信息的当中呢，伊未过再超越，哦，哪一个时代啊？过再个欲。所以讲，这个因果业力哦，是一个力量，然后是一个力道，它能够追。能够逃、啊、既然有法度欲伊嘛，我都讨呢。啊，咱要安怎去以宗教因果观，吼、哦，这个观念，吼、哦，互咱人去了解。咱人来世间，有个人先来好业，有个人先来善，有个人先来安呢，有个人先来安呢，是咱个人的宿世善恶业所交合的，善恶业所交感的果报、啊。所以讲哦，有个人先啊，身体足健康，有个人出世就开始有病体来磨。所以有时吼，咱常咧讲吼，人来到这个世间的运命，咱要安怎去甲改变？因为改变一个人的命运，是从我们的心开始啦，好，对咱的心念开始啦。人呐，活咧吼，佫继续痛苦甲食老啊，佫咧痛苦，主要就是咱心识无开悟，咱看袂开，淡袂透，看袂开，吼，啊嘛看袂透。啊、你若有开悟，你看会开了。圣人就来讲啊，世间无常是假合，这是多变化的世界。但是咱要安怎会当讲哦？双眼闭起来的时候，一幕一幕的戏在上演，咱要安怎会落幕？就是咱的心念，卖个苦涩带在心肝底，卖个怨恨带在心肝底，卖个过去无爽快的代志看在心肝底，心清了啊，自然这境就无去啊。这折磨就豆豆啊无去啊，好，这因果业力，伊就慢慢啊，因为你一一的解开了，咱一个人的心结都跟那石头同款去掉掉咧。啊，你要让咱的心结来放下，是不是？咱来解开，
你要解开放下，咱唔才有法度呢。我都有迄个心，吼、哦，通我去广植福田，开智慧。啊，你若拢去学遮，咱为三顿无用都惨死了啊！吼、哦，要养家活口都很难呐、啊。吼、哦，如果去学病痛意外，甲你定掉咧，生活随时拢有可能陷入困境。所以咱会怨叹，怨叹咱家己样样不如人。啊，你愈怨叹，咱的运会愈歹哦。即话没什么跟恁讲，就是讲哦，拄到歹的代志，咱一定爱把咱的心识先转过。咱即嘛暂时的歹，无一定永远的歹。在另外一个转角处，就会有好事会发生。你要期许自己会遇到好事，唔当把歹的代志拢排伫肩胛头，把歹的代志拢藏伫心肝，你愈郁闷愈烦恼，运就愈歹。啊，所以咱讲运是看咱人安怎去甲转变，然后。当然啦、啊，咱讲有业障的人呢、啊，当然要由业力去处理啦吼。咱讲欠人爱怎样行，唔对爱怎样忏悔。生命吼，咱讲生死无名，富贵在天，古早人定拢安尼讲。讲财富是强求不得，但是呢，啊，咱每一个人拢嘛希望家己有机会啦吼。啊，家己有机会吼，啊，咱嘛是爱，咱嘛是爱制造迄个机会。咱爱先有迄个福报，才有三成机会啦。啊，你若无福报，变那三成机会，先制造好的机会，我们才能够改变，好、哦、改变命运，改变我们的财运，改变我们的事业运，就是为心性转化。你若有转，自然呐、啊，运就转呐、啊。然后心念呐转，运就转。每一个人拢感官在这心念当中，然后你改变了，他就磁场就慢慢改，慢慢改，慢慢转。哦，阿人讲照着真佛菩萨的说法，吼、哦，照着母娘道祖的稳定，哦，咱在捌的因果当中，咱会要去甲转化，吼、哦，春秋两者会要去甲做，吼、哦，咱会要去甲了缘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的心性已经转念嘛，那安尼咱后边的吼、哦，后边的代志就愈来愈顺，愈来愈顺啦吼。伫遮呢，甲咱的道亲开讲，我咱一世人来到这个世间呐。遇到好代志、歹代志，拢是暂时的过境，无咧永远的歹，啊嘛无永远拢徛咧好啦吼。所以讲，伫一个转角处，在一个转念当中，就会遇到好事情啦。希望大家拢会当，甲咱的心灵加油啦，甲咱的心灵加油。心经啦吼，
今麦所收听一段叫做《心经》，心经大家拢会用念啦吼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啊，是大家都会念的《心经》啦吼。刚才我们先嘛捌啊讲过吼啊，咱讲智慧心经、生活心经，好、啊，咱呢吼在这个《心经》里面的内容吼啊，拢会当呢更加清楚了解。即咱网络甲吹的有啊啦吼，生活智慧心经，好咱用较浅白，啊佮甲讲一个讲过，啊咱得听着听较有啦吼。啊，慈天必胜公呢，服务电话59160045，我关机都请人家给空五啦吼。慈天必胜公即马过来大圣书啦吼，咱讲春秋两季过来就是吉安礼道吼，吉安礼道。这吉安礼道呢，吼，对咱所有的孙儿孙子，吼，咱讲对家运啦，对事业啦，吼，啊，拢有真大的帮衬。啊，恁讲礼道的道场，吼，内底面咱讲一年拜年道，伫咱这个，吼，慈天必胜宫的，吼，这个运道、事业道，还是讲家运，伫咱慈天必胜宫徛道的嘛，非常的济啦，吼。啊，咱中道场吼，都伫慈天必胜宫的母娘殿。啊，母牛殿东王木工哦，阿加咱的五庙集会，刀诺元君、五道神君、智密大帝啊，文昌哦，啊，佮有咱的财神哦，开车咱有祭祖哦，拄好伫咱这个刀场啦吼，咱的神圣哦，会当呢，互咱的刀场，咱讲刀场哦，这个刀酒，咱定讲祭温的刀，又为这个刀酒，伊含温着咱这个宇宙学。吼啊，天道观呐、啊，所以形象咱拢去了解咱人生的修养，入世出世。吼、哦，咱今仔日得走了这个两车，哦，对了，讲到这个拜道姻缘呐，吼、哦，拜道姻缘，好、哦，这伫咱慈天必胜宫吼，啊，咱啊这个农民地吼、哦，都甲咱写个足详细啊吼。人体的形，因为自然吸收三元之气的降生嘛，所以到咱的本命元神。所以咱受这个生神牵系而产生了磁场的强甲弱，礼道是道教独有的科技，是为咱人，吼为咱人的这个生神，就是咧讲到咱的元神啦、本命啦，吼，吼咱元要安怎来归属，吼、哦、这个道来底面对咱今仔日的这个吼元神本命有啥物款的作用？每一个人来讲元神啦、啊，元神啦、啊、强，元神啦、啊、好。元神啊，光，这个囡仔足聪明诶，过来做代志，伊袂吼，伊袂讲啊，咱讲聪明智慧、脑技巧诶囡仔，伊袂去乌白做啦。咱这个囡仔细汉吼，啊，咱呐讲出世诶啊，都甲徛斗吼，安伫斗来底面，这个囡仔好有气啦。搁一人就是呐，啊，这个囡仔读书会较聪明、较聪慧啊，所以咱讲吼，命属天造，心系地府。咱会当对这个人心啦、啊，礼道众对这个众生道是必然的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按这个道内底有四灵二十八相吼，啊，佮有咱这道生内底面所有咱用到这个法吼，内底会当呢吼，甲咱加强、加强咱的运吼、哦，加强咱的这个啥本命生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讲由这个东道宫吼、哦，咱讲助生护命，咱的西道宫来记命年龄。吼、哦，连撇，吼、哦，咱今日知影讲，咱要护身是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南道，吼、哦，南道延寿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北道宫是四福保命，吼、哦，咱的中道宫是专心降福，所以东西南北道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东西南北道五道，吼、哦，咱命既然是下在这个啥，下在咱的运道顶关，那么徛道是必然的，对咱有帮衬啦，吼，徛道对咱的这个家庭事业。囡仔个人的运呐、啊，包括囡仔的这个生辰八字，咱有写伫个内底，予咱的囡仔元神自在本命光彩。所以讲调拜这个道，是咧调拜咱的本命元神星，然后本命元神星。所以吼，咱这个拜道呢，即嘛开始咧登记啊，吼，开始咧登记。啊，咱也是要登记咱的家运道，都、就是以一家为主，就是讲吼，咱的家运吼啊，由咱。咱的主人就是讲啊，看爸爸什么名，或者是讲吼，咱这个囡仔伊的运道都较无好，吼、哦、
啊，拄到一寡问题吼，啊，这个囡仔要互伊做刀手嘛会使，啊，若要徛一家，也要徛四大人，哦、啊，就是做刀手，就是讲咱种有咧趁钱啦，有咧还家啦吼，啊来做刀手。哦，啊，是讲囡仔都二九岁、三十九岁、四十九岁，啊，对见教较无好诶，吼、哦，有诶人讲见教，吼、哦，相处较侪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人讲啊，拄着讲啊，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囡仔流连运道都要带枪带耍，啊，你嘛会当会徛做刀手，吼、哦，带枪就是咧讲吼，常常咧跋啦，是讲吼，拄着车关啦、恶人啦、事业哈，拄、哦、着一挂障碍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就拄着伊流连运道都要带枪带耍。啊，还是讲多警告吼，咱、哦、讲对咱家己本身的原神本命靠冲击啦，啊，咱都可以做刀手，啊，可以做刀手，咱全家甲徛做伙，拜一粒刀，全家安呐、啊，拜一粒刀呢吼，都会当互咱吼，唔免搁再搁安光明顶嘛，免就搁安太岁顶啦吼，光明太岁咱拢甲恁安掉咧。哦、啊，咱伫三楼，咱就这个吼、哦、对冲太岁、对年太岁，这个光明太岁顶，咱就会甲你主动甲你安红安啦吼、哦。所以咱一粒加运道，啊，咱就包括吼、哦，包括内底所有青棍、青秀，吼、哦，所有青棍、青秀，吼、哦，加起来就仙棍啦吼，啊，拢伫这个所在。就所以讲，咱的刀酒，除了必胜宫的刀酒，吼、哦，伫咱这个十一月开始，吼、哦，咱看伊下刀了后，伫十九宫庆。哦，开始咱就是吉安礼道了吼。那吉安礼道呢，是咱拜的是年道，唔是三更、五更、七更，咱都甲收起来。咱徛落就是一年。那日日呢？日日有人问我了吼。梅江师姐上面叫做密日诵经，密日的记七啦。七更上一届经，七更上一届经，叫做密日诵经。啊，咱就上这个南北斗经啦吼，啊斗母经啦吼，啊是讲母娘的真经啦，来护咱这个元神。啊、所以咱礼拜时啊，咱咧上经，就是咧甲这个道运转，这个道科吼、哦，咱徛落了后吼、哦，咱记七天日日对上经礼赞，甲咱这安道拜道这道亲啊，咱这所谓啊，咱讲落下这神仙地主，这个元神本命再一次的转动，然后再一次的转动，来甲咱转运消灾了吼。安、哦、尼，所以讲这个拜道伫诸天必胜宫。好、哦，咱会使讲这个道场非常殊胜庄严，然后，咱有来过，好、哦，咱就知影。啊，那唔捌来过，那么咱会当安怎？会当来慈天必胜宫参加咱慈天必胜宫的道酒，然、哦、后咱就是正道科正科仪，然、哦、后来按咱这吼、個哦、道来补助咱的家运事业运，然、哦、后有事业道，冇家运道，好、哦、啊，咱呢道量有限，没像底下讲的，咱这个。道场总共才会当容纳五百几道，啊，那五百几道就五百几个家庭，吼、哦，啊，有个人按事业的，有个人按家庭的，有五百几个家庭会当伫慈天必胜宫受咱老母保护，道母元君、五道神君会甲咱转动咱这个运程呐，和咱的家运事业会当较顺吉祥平安。啊，所以讲咱都爱拿定记啊，拿定记啊，吼，咱旧年到尾也要来安尼我。道拢定呀吼，咱道那满，咱无所在要过安，所以咱就定满啊，咱就是甲咱讲杂志报名吼，杂志报名啊，所以讲咱有伫咱讲的安道啊，你就敲一通电话讲啊，我刀手都无会，我都赶快是虾米人，安尼咱就会甲你主动啦吼，甲你登记，好，安尼那是新的师兄师姐呢，咱要安道，咱会当先敲电话五九一六空四五。外观是道清给控我先登记，然后你再补资料，然后补资料就补咱全家大小出生年月日时，出生年月日时叫做四条八字，然后啊，咱甲写好用传真机甲传过来就会使。但是传真机你要传过来的时阵，会记你哦，爱甲你的电话留咧。好、哦，阮接到你的传真机，又阁敲电话甲伊讲，啊，有甲你登记好后，好、哦、啊，咱的电话。哦，一旦跟你联络，哈、哦，咱把电话留下来，自制电话来留起来，安尼呢叫做完成报名吼、哦。咱一道呢，吼、哦，家运道也好，事业道也好，咱的结缘金是一万，但是咱是每吼、哦、一年，这叫做年道，十二个月年道，咱每七天，吼、哦，每日都上经然后，从、哦、咱呢，咱拜道伫诸天必胜宫，会使讲是真庄严甲殊胜。啊，咱若要报名，即嘛就当哪报哪报啊咧吼！伫十一月十九
啊，咱的这个基安礼道法会开始进行，咱希望讲咱的资料拢齐全啦，啊，好咱的吼，这个道呢吼，拢安置的吼，咱的这个无牛顶吼，无顶无顶拢无顶的道科，好咱迄个时阵，咱都已经伫顶悬，好啊，那无咱就是讲还未报名的，咱会留一挂吼，过年吼，咱要等来报名的时阵，所以咱就啥，咱就赶快开顶啦吼，顶会总开，好啊，咱。该加持的总加持，开灯迄、那个仪式，都等于每一个道拢总是有咱的道的这个磁场，吼、哦，安有车车军来坐位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咱今嘛讲到这个道，互咱了解啦吼。那么既然拜道，咱就当今嘛拿报名，拿报名吼，591-6045，外关区的兵给控我，啊，咱的传真机咱嘛个抄起来吼、哦，咱慈天必胜宫的传真机59178459178455，赶快来给控我啊！这是传真机的号码。以上这是咱拜道的信息，甲咱的道亲啊分享这个吼，感恩。啊、来。咱的潘师姐吼，都只传来啊吼，讲要听这块舞蹈。伊讲他每次听，每次都好感动啊吼，但是很喜欢听，啊也很喜欢哭了吼，就哭一哭，就觉得身体吼，啊个身心哦，就觉得很，那就意思讲干呐，吼，咱人呢郁掉嘞吼，感觉呢吼，无介爽快的时阵吼，咱讲哭出来就是一种释放了吼，把咱所有的。哦，咱讲心肝底压力啦，甲释放一下。啊，咱即马请，然后咱道亲好朋友做来聆听咱母娘一块舞蹈。
的母女圣歌，听母女的圣歌呢，感动了吼。现在听到这吼，在咱母娘会给咱交代啦吼，讲人道开盘应世纪，两国花香盘头开，西华映照开心灭，木柱丁科映昆仑，风神崩上幽冥魂，道元啊真，道元啊阳啊。那么道法传开基督福基果领法执开道基应天运啊吼，所以咱讲一念真诚感神恩，圣同临力应道恩，三基末劫风分变，三界仙佛分下降，可为刀手复归妖，挽救众生济万灵，天山开启灵源归，真灵显法开大道，佛果修圆一元明，照开大地福灵生，有得灵源上珠旁，无得灵源下基班，规划天地无尽期，开拓圣法机巧明，天地分判将有果，不用怀疑天地心啦。三几万年啊，吼，白羊已经开秉烛机科定高台啊，吼。既然是秉烛机科定高台，那么咱今嘛呢，吼，那母娘呢，吼，一直咧甲咱讲到这个三几万劫风云变动啊，啊，咱的这个劫数，人间的劫数非常的多。啊，咱要安怎讲吼？和咱这所有的心性，吼，会当较安心嘞，吼。咱母娘呢，已经拢下降伫咱即马这个人间啦，吼。当讲天顶所有的神，为着要挽救众生济万灵呢，三界所有的神佛拢总来到这个人世间来救劫度苦啊。所以咱讲，咱要有咱的心性，会当呢心安，咱就是安怎，咱爱本心啦，吼，爱先做啊好。人生做啊好，神才有法度呢吼，啊讲登基吼天庭啦，吼归位去天庭，就是因为咱这人教化差不多，咱这每一个吼，咱讲众生啦，啊拢有去得到法，吼啊大家拢会当圆满家己的自性，啊既然有得会当得到法，会当圆满自性，咱会当去改变咱家己啊，那么心性呢，伊就知影。啊，这些众生一定得到智慧啊！每一个人拢知影因甲果啊，每一个众生拢了解因果因缘，这些代志咱也是有法度家己自己去了缘。那么咱的母娘都免这么辛苦啦，吼、哦，过来这个世间呢，吼、哦，人讲安尼南征北，吼、哦，咱听说一寡较早这南征北讨的这所谓这灵，吼、哦，吊带啊，吼、哦，来到这个世间。啊，各个呢，拢总是咧啥，拢在追讨因果，所以咱即马就是咧讲因果现世报的时阵，啊，所以咱即马人的这对待关系啦，有的人讲啊，他会遮凶，吼、哦，做囝的，那会甲老母的这個，吼、哦，咱讲头壳甲剁落来，骨尖甲弹落，吼、哦，这个囡仔生来遮尼凶，这个爸母贵有养育之恩呢，啊，为什么对待安尼？不过。有时阵吼，咱伫这个英国朝代里面吼，所有这怨气做一个爆发，啊，那做一个怨气做一个爆发，伊就失去理智，魔性就起来，伊就袂管讲这个老母饲伊也无饲伊，伊的魔性呐起来业障做一个发功了后，伊这个力量非常的大，就敢那魔同款，伊无法度，伊的良知啦，总爱无去，啊，咱良知不能战胜这个魔性。这个魔性一开，哇！这个业力做一个总变出来。你甲想，家己老母伊嘛有法度头壳甲斩断、甲断、甲断落来，身躯煞甲断落来。这就咱即马这个末劫
会所看到这种天怒人怨的不孝子，为什么会安呢？这就跟因果呢，咱人失去理智，这个因果的现前，失去理智魔性的现前，咱家己的良知就会判见，咱家己的业障就马上就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咱无法度呢制止这个吼，咱讲灾难的发生啦，无法度去甲制止。啊，老母唔知到底累死，到底是欠伊什么款的因缘呐？吼，今仔日呢吼，即条安尼吼，和这个囝呢，咱讲斩头甲毁尸，实在是足恐。咱讲现在看到这种情况，看到这种报纸，咱是不是感觉安怎？讲这个世间人为什么安尼？但是良知呢？吼，失去了后，一个人就像魔鬼同款。所以咱讲，饲囝啦爱教，囝啦无教，阿拜呢因缘啦记住吼，什么款的因缘咱唔知啦吼。咱若甲咱的囝来结好缘，吼，咱的囝甲咱友好甲老；咱若甲咱的囝是结恶缘，咱起码都安怎？咱讲多做善事，多做好事啦，多了缘啦，讲冤亲爱多了缘。好，了缘咱才袂好，这个吼经营呢来发生啦。你讲是不是呢？经营来发生，咱讲要安怎来处理拢袂赴啊。所以咱就是讲看出到咱即卖人的凶啦。即卖呢，咱讲有呼吸的是天堂，不能呼吸的叫地狱啦吼。咱活咧都爱感恩啦。较早的人定讲，啊，少年人唔相信有天堂啦，嘛唔相信有地狱啦，吼。啊，咱即卖人，啥物拢无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即卖网络吼太流通了吼，咱那在上网络、上手机啊，的时间呢吼，会再讲较侪做工过啦。即卖人吼，每手一支啊，吼，每一个人手举咧拢一支手机啊，低头族，走路走到弄电话条啊。有啊，走路走到去弄罗多麦嘛，唔知，拢总是伫遐咧背，啊！你讲像安尼背来背去，背来背去，背到性命无去咧，吼！背来背去，背到性命无去，唔知影讲吼。那每一年拢有新的无同款的事物，重新的品牌，每一年拢有每一年的流年，每一年拢有每一年的运咯。所以每年都有新的不同事物会重新品牌啦，好的也许会变坏哦，坏的也许会变好。所以每年咱也拢有进步啦，都表示讲你成熟了，你及格了。为什么？咱人的心态若有进步，就是讲啊，咱哪来科技多飘然哦，啊，咱愈来愈有入格啊，才愈入格啊。咱当年，现在讲当年的流年拢无同。你也看咱哪种啊，过年农民了啊，哪出来了后，咱的思想啊，明年就换想低的，吼、哦、做太岁，哎，咱讲还太岁。今年是想高还太岁，明年是想低的还太岁。那想低的太岁，你能讲太岁当头坐，无灾便有厄啊。那内底咱都有个定牌啊。咱还天到白虎，我归白虎家，你都个定牌啊，哎，个牌，哎，牌牌牌啊！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你想什么？每一个生肖都重新编排，每一个星君哦来降伫这个世间来奖励咱人的命甲运，但是甲祸福。从每年拢新的无同款的事物会重新来编排啦，好的也许会变坏，坏的也许会变好。有时候人讲啊，三年是运啊，好歹叫轮。咱即马轮到这三年算平运，啊，咱都爱感恩；啊，轮到这三年算上运，咱都爱拍拼；啊，那轮到这三年算下界运，咱就尽量安怎，尽量好事给做挂，减怨叹挂。好、哦，那么呢，把心理平衡一点，调理一下心，好、哦、啊，顾好咱的情绪，咱卖因为吼每一个人讲三年一运啦，三年一个过，三年一个运过。啊，咱到底咱怎么行得对？只要你是有智慧的人，你有法度掌运啦。你是一个足定道的人，你的思维足细腻的人。咱就讲好的时阵，咱爱修嘛，爱认真嘛，吼、哦。啊，中运的时阵，啊，佫有赚袂歹，咱嘛是爱修啊。啊，好天爱留一点嘛，接一挂雨来流嘛，这一定的。你有去甲分配你的财源安怎去运用？啊，人讲啊，歹运的要安怎？歹运的去甲人做生意，吼、哦，啊，甲人投资，啊，无带无钱，将咱一世人所拍拼的钱啊，都做一届甲移移哦落去吼，啊，做一届拢无去啊，吼、哦，冇人安尼。所以咱人哦，一定爱安怎？爱留淡薄啊吼，钱藏伫个银行，这个。无论安怎，拢无爱去甲动啊！这就是啥？这就
以防万一啦。哦，咱拄着温度较无好的时阵，这个就叫做啥？这个就是要提来甲咱平衡啊。哦，啊，你袂使讲哦，落地啊，拢不管是开哦空空，钱爱甲分三等分。哦，一寡必须要爱开的这吼、哦，咱放伫吼平常时也要开。剩的你就是爱小可夹一个，无论安怎你都袂使去甲动着遐的，只爱卖去甲动。有可能你用得到啊，迄叫做救命钱嘛，可能讲是救运的钱啦。好、哦，咱下下做三等分，去甲分开。咱人啦，下下下下甲这个财分开啦。吼、哦，急用的时阵呢，咱自然都有法，都这个急用的基金，咱就寄掉咧。咱有急用的基金，咱就当提来塌。啊，所以咱讲每年吼，每双也是同款，你甲咱讲，为什么咱讲，当年爱徛到好的搁较好，无好的伊会甲咱动咧，袂搁较歹。吼、哦、啊，每年拢有新的无同款的，诶，这个温度重新搁偏排过，吼、哦、啊，流年温度嘛重新搁偏排过，所以也许会更好，也许会不好。那咱那流年温拢是安怎？咱人讲身体无好爱保养，温嘛是爱保养。温你脑你个保养，伊就安怎？伊就拢平平啊，平平啊，平平啊，大叔嘛无啦吼，啊，就拢平安平安啊，平安平安啊，啊，就好母娘甲咱顾，拢安尼平平啊，平安平安啊，安就足好个呀。所以吼、哦，咱讲拜道真正是对咱的家运有好处，对事业嘛有帮助啦吼。啊，咱啊如果需要香油款速查供物，每双做者简单啦吼，啊就咱香油款啊供物。小盘香普灵灯，或者是讲吼，啊，咱有需要吼，咱的这吼，咱每项有介绍过香品啦吼，啊是讲咱都要食咱的虫草王山高宝，这个物件真正好噶吼，足侪人哦，甲你按赞个兼欧乐，啊，所以讲物件好，好咱该保养咱都爱甲保养，该食咱都爱甲食，因为咱身体呐好，咱都袂有子孙烦恼啦，啊，咱身体呐好。咱们家活了有一个真好的老家品质啦，你讲是不是？生活品质是由健康开始啦吼。来，咱今日就做一个吼简单的广告啦吼。虽然毕生讲的香品灵草香吼，啊，咱买啊香香款速查广播小盘香普灵灯，咱直接卡电话啦吼。下晡时两点半刚好有这些时间，欢迎咱的道亲。哦，啊，咱若是要等的讲，唔知为咱卡一通电话，5916045，我关切到今天给05感恩。咱要用一点么时间来做回向啦吼，愿你今所讲的一切功德，回向所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，常欢喜，消冤解业，心清净，身体健康，灾难除，家安如意，事业顺，得主合情，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蒙超生，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切度人尽善因，今世慧开何面缘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，无量感恩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